大妹儿处对象不？谁是你老妹？我这岁数都能当你奶奶了。年龄不是问题，就想和你过把感情瘾。不是，你小子看起来未成年啊，不合适吧？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，这辈子只想爱富婆。好吧，那你上来吧。太异小了吧，生个异胎都费劲。法官大人，我请求修正法律。咋了？这雄鹰长得磕碜就算了，长得还特别短小，再这样下去，别说三胎了，一胎都没了。才一胎，绝对不行。那个从现在起，一期可以多付。好嘞，那你们都上来吧。